11月29日上午，浙江大学中兴通讯联合创新中心在紫金港校区签约成立。副校长严建华与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赵先明为联合创新中心揭牌。严建华希望中兴的建立能够加深双方友谊，扩大合作面，促进校企双方共同发展，共同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据了解，联合创新中心成立后将继续依托双方资源，在新型网络体系及结构、网络主动安全、有线技术、无线技术、云计算及大数据、电力电子技术等六大领域开展持续性的合作，为中兴通讯的产品与系统的战略规划提供有价值的预言指导，为浙江大学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提供产业支撑。